今天天气预报说有太阳啊，我们把这个被子晒一下，因为连续几天都下雨嘛，晒一下要舒服一点，要不然太潮了。哟，你看，宝宝，宝宝，啊，快点来看来。太夸了。太夸个了，这个那个。这竹子能太老个了。那要去搞个竹子来的。重新剁个啥个竹子哦。这个啷改啊？好。看我们能多多少。把这取了。好开心啊！先不要了哦。看他们做过啊、哦，看咱们先多点。是那个白鹭的，全空了，可惜，都空了。哎，那里有一个。我走。这个，看看。么个蛋了的？那个鹭死蛋了。走，走到三根竹子回家了。这刚给了你啊，五块钱三根。竹子上面有很多灰的，把它洗干净来晾被子啊什么的都要好一点。看一下，这是擦过的，这是没有擦过的，区别好大吧。如果说没有洗的话直接晾被子，这可想而知，晾了就等于白晾，洗了等于白洗了。可以吧？啊，有这个，可以哦。这个可以哦。哎，这好了，没掉到去。好了，这亏你比我了吧？那还没走，啊，等它干净了，再拾一点。干干净了，晾干净了哦。再赶紧的，你把这吊起吧。对。哎呀，好，搞定。好，现在搞了这么多，够晒了。想晒就晒。对，你还有一个金箍棒啊。嗯。好。